作者：红舍库尔斯克。最近进行的汉广34号演习中，雄风二、雄风减三岸舰导弹发射车在滨海决战阶段表现良好，使得台防务部门更加重视这种岸防导弹。同时，由于防务资金有限，偏重了岸防导弹后，就不得不放弃过去一直倡导的小型导弹艇。过去曾经有倡议建造60艘45吨级隐身导弹艇。这种小型导弹艇可以携带2枚导弹，形成艇群作战。但是随着我军直九等舰载直升机可以轻松地携带4枚以上的鹰击9型轻型反舰导弹，使得这种战术在更加机动灵活的空中打击下几乎破产，所以不得不改变战术，更加青睐于岸舰导弹。雄风二、三岸舰导弹是同型舰对舰导弹的岸舰型，将4连装发射器移到大型拖车上，整个外形很像爱国者防空导弹。岸舰导弹虽然采用机动拖车，但机动能力有限，属于超长超宽车辆，而且并不是就一辆发射车就能够作战的，还需要制导雷达等，出动也是一大片，除非在建设好的永固洞库中隐蔽，发射时开出，否则真的要在公路上机动，很容易被现代化的空中侦察手段发现。在当前发现及毁灭的情况下，生存力一样堪忧。而且雄风二、三导弹射程有限，如果失去载舰而作为岸舰导弹，制海范围大大缩小，只能部署在重点登陆场附近。但面对强大的登陆前火力准备，这种无防护的岸防导弹能够活下来几辆还是很大的问题。就算有一定攻势防御，面对密集的东风导弹，既有高爆弹头又有钻的弹头，这种预设阵地上的岸舰导弹注定是第一波重点照顾对象。